今天呢啊，准备离开新疆啊，最后一顿试一下这个本地菜啊，试一下什么烤羊肉串呐、抓饭呐，啊，这有烤肉吗？有烤肉。烤肉挺香的，哇！这怎么香那么干呢？我觉得可以烤两盘肉吃吃哈，又吃一下吧。啊，吃个拌面，吃个抓饭，然后再来几串那个羊肉串。啊，腰已经从人家解开了啊！啊，再给我加份面吧。好。啊，点了一份抓饭，那就是剁油肉拌面。嗯，这过油肉吃完这一次，不知道下次是何时了啊！哼，你看你脸都圆了，必须再来一份加面。哎，羊串好久没吃了，我来弄点给你吃吃啊！你还烤了腰子啊？嗯。哎，忘记称体重了哈。出酱的时候再称。出酱了再称。这羊肉串是7块钱一串。7块钱一串，好久没吃羊肉串了。嗯，真好吃，更好了。还可以。啊。新疆的羊肉串是最不能忘怀的。出去几天估计就会想。出去几天要回来。最后一顿新疆拌面。哎呀，在超市这里看看老徐的最爱。好多天没喝酒了。老徐要看到这个老窖了，小老窖。小老窖现在还出了个新包装的。嗯，新包装感觉看起来要厚实一点。嗯。啊，这以前这个包装感觉普通一点，这个70，这68呢。新的还便宜。老包装，老板说以后没有了。刚干完菜场啊，有本地人跟我们讲啊，说在这边呢有一个很大的红枣交易市场，啊，因为这个闽南这边嘛又是36团，啊，说这里的话就是这个红枣啊也是比较多的，啊，你看他们这个外包装箱子啊，就和肉香烩枣那个箱子还不一样。他们这边写的是这个闽南原枣啊，写的是闽南原枣，它不是写的肉香烩枣，但是呢它也是属于这个肉香烩枣啊，只是说呢它这个枣子啊，就是产地啊，他们产地都有一个这个都有一个保护的啊，就是说闽南这边的话，就是他们枣子认为自己是在烩枣里是比较好的，对吧，他们呢有自己的包装，肉香烩枣呢，对吧，它也是有这个保护的，他们箱子呢也都是统一的。但是呢不管是闽南的还是肉香的，对吧，都是属于这个肉香烩枣，都是属于肉香烩枣。哎，我们进去看一下，这里面市场真的好大啊，我们在肉香的时候都没有见到这么大的一个市场。看一下这边的枣子啊，哈哈，耶，这里才像是烩枣的一个交易市场嘛哈。闽南原枣。嗯。哎，你们觉得他们的枣子感觉要大一点哦。好像是要大一些哈。嗯。哎，都是分好等级的。尝一下这边。米兰的枣跟肉香的枣什么区别没？到了这边还是得尝一尝哈。它肉大，这个糊也大哎。糊也好大哈。哎，我发现那糊好像没有肉香的糊小哎，有没有？那这差不多，这差不多。差了吗？我这个是挑的这个特大的枣。没有。感觉它糊要大一点点一样，要是小的发现。嗯，再挑一个硬硬的尝一下看看。啊，硬硬的好吃吗？硬硬的也还可以，就是有点费牙。哎呦，牙齿咬不动。对，对，人家自己打的广告呢，写的是肉香红枣，米兰的香。都一样，都一样。看一下吧，看一下这个枣子，这后面就是一级吗？这个？对，一级枣子哈。对。哎，就像那个闽南的枣子，的确要闽南的枣子的确要干一点。价格好像差不多啊，是吗？哎，比看一下，比高一点。这闽南的枣要贵一点。闽南价格都高。闽南价格都高啊。这闽南的枣子啊，我问了好多家的，真的是比较硬，有的都能当石头，就是当石头了。哎，但是呢，但是它这边的枣子，它不会说，有很多湿湿的，它最多干呢，就是干成石头一样的。
是比较干，牙口不好的就不太那啥。那我觉得整体品质感觉要好一点。看整体来说，它整体的价格啊，它的价格呢也是比肉香菜要贵，品质呢也比肉香菜要好，但是呢，就是很多那种太硬的，太硬的话，说实话就。其实拿来煮一煮或者用温水泡一泡就好了。对。那像你们前面没这贵，像你们拉回内地那个一级枣卖多少钱？拉回内地要卖20块钱吧。卖20块钱一斤还是一公斤？一四斤。21斤。啊，对。拉回内地的话就是，一斤的话卖20。卖不是这贵。嗯。比如说那内地的话，一级枣的话买的话，差不多就是40块钱一公斤吧，差不多。啊，就比这边贵很多。超市里的话还会再高一些，差不多。这边一般二十多就一公斤还是。批发20多一公斤。对。刚刚我们在那个烘枣市场啊，就是看了一下这个米兰的这个灰枣，觉得这个米兰灰枣啊，它比入乡的那边感觉要更硬一点哈。这边可能天气更干嘛。对，而且这硬的呢，像牙口不好的，就是只能煮汤或者泡水喝哈，泡着吃。像我这种牙口啊，就是不行，我觉得嚼得太累了，嚼不动。也有可能就是他们现在就是卖到最后了嘛。对，像比较好的呀都已经全部批发出去了哈。对，所以说反正今年的品质嘛，不管是米兰的还是肉香的，对吧，都是有一点那个啥，都是品质不如往年的哈。我们到这边呢就是转一圈，也算是尝一尝不同的嘛哈。它本质是一样的，都是肉香灰枣啊，都是肉香灰枣。嗯，那行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江了。反正抓饭拌面羊肉都吃了，也买了哈。还有没什么遗憾没有？捡石头。也行。正好我们一路上看到好多路边有很多那种，就是有个什么，就是和田玉割壁料的捡石点嘛，是吧？我看米兰这边也有，待会儿我们去看一下嘛。我找一下那个广告牌。好。行，走吧。走吧。哎呀，苹果，再来吃个苹果。这有点发黄了，放久了吗？发黄了，只要不是发青就行。吃个苹果，等一下要放冰箱好一点。放冰箱的话，这口感呢会持续的更好一点。我们现在是出了这个米兰镇啊，这条国道呢就是315，沿着315一直走啊，就是能到这个青海啊。315出藏啊，315呢是出江的一条路。刚刚我们走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嘛，看到这边显示有个标志牌，上面写的是和田玉戈壁料米兰捡玉点。从若羌到青海的这个路上呢，它边边上的那个戈壁滩啊也是有这个和田玉的，米兰这边呢也是有捡玉点的。刚刚我是查了一下，沿着这条路走，往前面走个10几公里，能到那个米兰河。米兰河呢，就是米兰的捡玉点。反正不远嘛，也就10几公里。我们打算呢驱车前往，然后站一圈。这个路两旁啊都是这个戈壁滩啊，都是戈壁滩。戈壁滩的深处呢都是有玉石的。开了20分钟吧，我们开到这个米兰河的附近。那边好像是一个河谷。这戈壁滩让我们家鳗鱼玩一玩，说不定他还能捡到石头呢。我觉得捡石头倒是其次，让大白在那边活动活动可以，这边没有人啊。大白，跑起来！啊？看来还是有人在那边捡的嘛哈。有个爱心吗？还红色爱心腰啊？猪腰？下面有个爱心。有点哈。爱心啊！我给你捡。算了，这也是捡的，又不是水，还是捡的。对，玉的颜色有没有？有点像玉哈。玉的颜色看到吗？对，但是这个不好，这个东西。它好像多暖。这是米兰河吗？这边还有冰块块呢啊！从前面有个桥，从前面走吧。走，快，快，快！哒哒哒哒哒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！快快点，加油！快，走走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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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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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放大白在这边自由奔跑，大白好久没给他自由撒欢了，还是戈壁滩比较适合大白呀。
啊，这天蓝的呀，就跟高原一样的。石头，以后石头，石头就在这周边呢、啊，这戈壁滩都是啊。啊，我们就欣赏一下前面那个河谷吧。走，大白，上去探查一下。大白就是先锋军，就这样子的，和心目中想象的不太一样啊。没有水了，没有水了，这里面。大白在前面探探路，我们呢就跟在后面。大白，走等一等了，走一走，等一等。好帅。啊，这不像是捡石头啊，这像是。到这边来遛弯来了，遛狗来了，说好的捡石头。人家那个和田玉啊，那个料子捡的都是在那种山体上面啊，就一点一点一点挖的。姐，你要不要去挖一挖？不要挖。啊？不要挖。你就能看表面上的东西是吧？看缘分。看缘分啊。你看。阿白，就刨一块玉出来，姐。快红薯，你看，啊，嗯，捡了块红薯，你看，哈哈，我天，这人家红薯，特别香哈、啊，紫薯啊，你看，紫薯这是，你看，你看这菜是紫色的，嗯，很搞笑啊、哦，没捡了块紫薯，紫薯石头，哎呦，我的天，我的天哪、啊，石头被扎到脚了，来，快来，走了，哎呦，我的天，哦，呵呵没说他这块香芋，啊，这个石头不错。有点像玉的样子哈，这个石头，这块有点像玉，呀，这应该比较在斑驳。这个石头也很特别哦，有没有？哎，这和这一样吗？这个不一样，一样。你看它的颜色，金的颜色很特别、哦。一样。什么雕啊？大家我看看。哇，你看，哇，闪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哇，这么酥的，这么酥脆的、啊，嗯。这个石头说明不是好石头，这么酥脆，硬度不够啊！硬度不够啊，不行不行。这个漂亮很呀，这个，这个漂亮。啊，这个可以留着吧。这边，这个呢？好，都给你留下了。好了，有收获了，走了。满意的米兰石。米兰石有收获了，走了，拜，走了。不能贪多啊！啊，没想到这里还藏着一片沙漠啊！你看我们家的狗子。专门的挖狗洞来了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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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这戈壁滩呢，这大白玩的最欢呢，哪里都能跑跑，还能跑跑沙子。这哎哎，不跑了啊！皮包叶，你懂啥叫皮包叶？爱心送你，这里有一个爱心，啊，有一个爱心，啊，爱心送你，你看我的皮包玉，看这个，你这个皮包玉，我也笑啊，皮包玉不就这样吗？你看，是不是？不细腻啊，这啥玩意儿？是鹅卵石，现在这个皮颜色很好的，啊，留着，哎，这一块，这块就不要了，这块行业里面，这块肯定没有吧？啊，你看，不是，你看里面，赌打个赌怎么样？嗯，怎么打咯？把砸开，拿回去切一切啊！切啥切？直接这边砸开，来。你看，你直接看，你直接看这里面。行，来，来，砸不开、啊、你。砸得开。哟，这狗怎么过来了？哎，来，来，是这块石头吧？嗯。来，砸开了。这么厉害啊！嗯。哎，这个好圆圆啊，也是紫色的，发现没有？这边好多紫色的哈，哦，这个特别光滑，那、啊、这就不砸了，这个我得拿回去，那特别光滑啊、哦，拿回去吧，啊，紫色的，嗯，可以，大紫薯，可以，回到车门口，感觉还捡了一块更像，有点像糖白玉的料哈、哦，嗯，这个颜色有点像糖白玉，有点像，就是有点小块，留着，不要，留着吧，捡了，糖白玉，糖白玉，我觉得还是第一块这个爱心石头好。还带血丝的，心脏，哎呦，像不像？嗯，带血丝的哈、哦，嗯，很有感觉哦。这人家捡出来的。啊，这应该就是我们捡的最形象的爱心石了。嗯，血丝都有。
心脏。还有纹路呢。这是新疆的心脏。走了呗，走了，走，上车，走了。我觉得他最喜欢这个。走。走喽。隔壁山都是大石头哦，反正这边大石头比较多。人家这边的石头啊，都是那个玉矿，你知道吗？都是矿。走了，没有遗憾了。没有遗憾就出新疆啦。出新疆了。走吧。今年感觉我们都是在南疆逛啊，北疆没怎么去逛啊。哎，瞎说，一半一半。一半一半。在北疆捡石头。就是草原没怎么玩。到这边把油加满再走。这边我刚问了一下，没有负二十的，有没有是啊？我们负三十五的，有个半箱多一点，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加加一点进来混一混好了啊、哦。对，混一点好了。这边太偏了，加油站不容易。刚刚加了200块的零号油啊。嗯，零号油。出发。配上35，晚上采暖，反正不停。应该没事吧哈？嗯。哎，他这边怎么没有负号的加呢？加完了，奇怪啊、哦，是给人家加完了是吧？给人加完了。这边大车啊，特别的多。混一混应该没事。应该没事。走吧，晚上看能不能开到哪里了。开到哪是哪。估计还出不了江。会不会？会。大概率出不了。这边米兰镇离